快来抢先看看！从工厂偷出来的英文版《Boom Boom 样品》，这可是款18禁游戏哦。盒子的周边图案都非常有巧思。非常详细的说明书，每张卡牌都有详尽的说明，充满细节的子弹 token， 华丽的场景卡，每一张阵营卡背后也是帮助卡，各种写实也充满细节的装备卡，正式版本的盒子还会上重点 UV 效果哦。